睛啊，眼睛啊，宝宝。是大爷吃饭的样子吗？那吃，Oh bless you, baby。危险了。
小啊、来，可以漱口了，没有了，下已经没有了。哇，半半的，吃到完了。哎呦，给我抹嘴哟，小家伙，来抹手，抹手。
有防腐剂的鱼，你吃这个有防腐剂的。有防腐剂的鱼。这盘还有热锅鸭吗？我们不跟你吃，你冷静点，有的吃。菜只有这些吧啦，对吗？这是什么菜啊？有鸡蛋哦，哇哦，哇哦，鸡蛋哎，你的好厉害哦。是那个料包的吗？嗯。那下次可以买那个料包。
我就比随便吃吃啊。嗯，很好吃啊，那你有随便，一点都不随便。三样菜，还有我喜欢的那个蛋，还有汤，还有 baby 喜欢的鱼，你说说我们喜欢的，你怎么办？好吃啊，红烧肉啊，这能充气了。然后，他们吃猪肉。然后你讲不想煮的原因是？那么多啊。所以原本你还要煮你自己 favorite 的啦，煮饭太多了，你就没有打算。嗯，你不投入。嗯，这香料如果腌成自己啊，好，嗯。我们的儿子真的是什么都吃了，他不是 low， 就一个人名吧。嗯，是。是。嗯。可是有些菜吃不到。那我讲你不吃，然后你又要他吃，不然呢？所以你来喂他，对。下次那个部分你来搞定。都是你没分教，你怎会分教？好没？嗯。你喂他，我喂你。这烤出来的鸡肉是不会差的。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试药材鸡。这个有一点那个药材的味道，很不错。你不盖子是有一点味道吗？为什么要下锅？就是我腌了整个礼拜，有没有？是啊。我腌了我就离开了，放在冰箱。比较美哦。嗯。而且还很新鲜，它不会，你不觉得它是那种老鸡？这菜还有的。还有。你吃蛋，蛋黄样吗？你吃过一点不一样的味道的东西，它不黄的吗？不黄。嗯。是吗？没有反应。吃完你就滚过来。
怎样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他孩子跟他是轮流入境主动区的。嗯。而且他虽然很出名，你看他的节目都是注重于煮东西那边的。没有看其他的。之前我那个整影子坐样，不影佢个煮嘅食，你明唔明？你用力一堵着加蛋下去哦。能多花钱吗？你会累的。你看你吃蛋白。啊，我给你吃蛋白啊，蛋白通一下你的辣啊。嗯嗯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你有看到流水吗？他只流泪水吧，明白可以。看，吃蛋白，吃东西。这么大块有事吗？我弄小块点给你。这个鸡腿喝羹吗？对。如果你去买茶猪肉，肯定不会拿你的鸡肉来吃。淡淡吗？什么都吃啊你？那不是好啊。这边呢？一边，一边，一边，一边。煮来的这些，一分两个洗。什么意思？放在那里边洗。放洗窑前呢？之前我弄小焖的。也是有点腥，我放血要进去挤，然后就没有那么的难接受。嘴巴里面还有啊，我没看到。滚筒。光很高兴。成这个女人了吗？
dessert chef.嗯，这有另外一个世界，安培这样。什么？安培他们他的世界，你看那个什么 ，Food War。嗯。是木偶甜品还是处理那个？嗯，他在讲什么？啊，这个才是在这做家餐，你懂不懂？是啊。嗯。这还人要吃的吗？谁呀？你看。你昨天不够睡啦？没有，20多岁了。那你昨晚很迟睡。嗯，真的有点迟呢。我骗你妹。我没有讲你骗我。那鱼还是我自己吃吧。妈妈给你当白。嗯。吃了，妈准备跟爸爸走。我们的拍好了，先 BB 的还没拍到。냠냠 Hello Hello 한번뵈면爸爸，自从戒了饭以后，你有没有觉得胃口小了？觉得很饱，平常打包早餐也是哦。刚开始吃的时候，感觉好像怎么吃都吃不饱，到后期打包了，每次都吃不完。我是打包量有一样。爸爸来接他走，爸爸。爸爸，爸爸来接他走，爸爸。好了，吃饱了，没有了，再吃太多。